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应出席委员2,158人，实到2,149人，符合规定人数。现在我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请于正声同志做工作报告。各位委员，我代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过去5年工作，提出今后工作建议，请予审议。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协的领导。